咱合婚啊，就是啊，互换爱入心性的深处，即令主持佛法以无量世界，诸法不灭以成就菩萨道生之大事业。也就是要甲大家人讲，咱修学佛法啊，一定爱将法啊修入心性的深处。常常讲，咱凡夫心啊，不过呢，人人有本具的佛性。虽然咱现在是凡夫，但是呢，咱会当得闻佛法啊，佛法深妙，佛法呢会当深得人心，转凡成性。凡夫就是因为心有烦恼啊，有无明，唯有法譬如水啊，才会当先得咱这无明啊。所以好好把法入心而自性，咱的本性，也就是回归本性的深处，那一旦安尼啦，就一旦主持佛法以无量世界，无量世界众生需要佛法啦，佛法呢是人性的真理。咱若人人呢无回归人性的真理，迷失啊，那就是爱沉迷六道啊。六道是苦不堪言，唯有人道啊，才会当闻佛法啊。那照心修心，这是人道的好处哦。咱若无好好把握咱一生，同款咱一迷失啊，就六道啊轮回不得解脱。所以咱现在已经学佛啦，咱来下定决心，把佛法呢入于心的深处。啊，咱那入心的深处啦，就是啊明心见性啦，明心见性，咱就会当主持佛法以无量世界。咱解脱了后啊，爱搁再回归三宝。无量世界的众生需要呢佛法来度化，所以主持佛法就是将佛法呢推展到无量世界去。那诸法不灭啊，以成就菩萨大事业。意思就是讲，把这个佛法会当主持好势，好好呢，该弘扬在人间，诸法啊，这个法脉不断呐、啊，将法会当运转呐、啊，证明咱不是有功。转法轮，菩萨修行一定要到达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要到不退转的程度吼，一到到迄个无上正定正觉啊，那就会当傲率辩才啊，转不退转法轮，傲率辩才。也是弘扬佛法，有什么款的众生，什么款的根基，他就应用什么款的法，这都爱无碍辩才。有这个无碍辩才，就会当转法轮哦，也不只是转法轮，这就是行的功用，是法的功用啊。咱会当供养无量百千诸佛，
这是咱前面拢有讲过去吼，以诸佛所摄众德本，咱会当定定伫佛的境界啊，除了供佛啊，度化众生啊，咱呢也个不断啊，不断伫咧累积呢，这个德菩萨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。所以咱爱做到呢，下化众生，前面冇讲过去。菩萨的心真开大，不断呢，伫咧救济众生。伊也阁是安尼讲，借用度众生的机会，来成就自己的智慧。这嘛是前面讲过去哦，所以。以诸修心善力不废哦，通达大地，多以彼岸明清破文，无量世界令度无数一千众生，菩萨就是爱到达了无上正定正觉啊，会当转法轮啊，无障碍，那安尼呢，叫做善力佛。会，那就多以彼岸一旦教佛的彼岸去，然后呢，就是明清破文呐、啊，这都是啊，咱应该爱了解，咱啊一旦行愈快，做愈多啊，甲众生结缘呢愈多，所以呢，成就菩萨道生大业，爱不断呢。在无量的世界，不管乃是在多一个地方，在什么款的境界，咱必定爱甲众生啊，正福因啊，结善缘呐，安尼呢，就是度生的机会。所以咱一旦成就无量的事业吼，度生的事业，这都是咱。修菩萨行啊，学佛道的目标啦。所以啊，菩萨有真多哦，明清普门呐、啊，无量世界令度无量众生所讲的明文与世界，即令主持诸法不灭。咱哪会当常常予人听到菩萨的名，大家人都知影，菩萨就是学佛者，秉持佛道的教法啦，啊，普化伫人间，啊，菩萨当然伫人间啦，啊，人间都爱有名，所以啊，这个名称的普文。到处都一旦听到，都亲像本来拢总唔知影有佛法，也唔捌听到菩萨，地方也阁真多。都譬如讲，伫海地啊，这地方这个国家，大多数呢拢是天主教，但是呢。佛教有啊无？唔捌听到，既然都唔捌听到佛教啊，伊要哪会知虾米叫做菩萨呢？有了这个因缘呐，海地啊，这个大灾难穷尽呐，所以以这个因缘呐，美国的主持人入去到这海地。在这群呐、啊，苦难的众生群中，不断去为因付出，众生之苦啊，真正是人间炼狱啊！主持人啊，不忍心，从安尼不断不断轮流，不断轮替啊！无有停转，好亲像呢，迄、那个车轮共款，安尼呢，
不断将金走更远去，将一个点呢，达工啊，都普遍轮转啊，伫这个范围里，唔止互因有形的物质，会当头知影啊，有一群人啊，从远地来，我唔捌伊。皮肤无共色，语言啊嘛无共的系统，但是这个人是安怎会入来到这个境界？安尼伫咧付出呢，互因了解，那就爱甲伊解说。阮是来自于美国，阮这个花呢是来自于台湾，台湾的这个组织。那就是佛教的团体啊！一下，什么叫做佛教？佛教内面呢，有名称叫做菩萨，菩萨呢是叫做觉有情者，就是啊，人间呐、啊、已经有觉悟，了解世间种种的苦难。了解呢，世间啊有无常啊，顶顶啊，什么时阵要发生什么代志，唔知影。有这群呢，了解世相，这个世间形象、世间的形态，这个人叫做菩萨，这就是啊佛教啦，的教法啦，那。拢有学过，拢有听过，了解过，也嘛是身体力行呢。伫咧行这个菩萨道，按照菩萨的方法，伫咧施行伫人间。阮所用的呢，爱的力量是来自台湾，是这个宗教的组织，用方便的法啦。用伊的根基，用迄个时甲地方，随时呢为因说法，唔是干那用讲的，也嘛是身体力行。所以伫海底啊，那看到一群穿着蓝天白云呐、啊，即束服装，因都知影。这个人呢，叫做组织人，组织这个团体的组织。这个人呢，拢是叫做菩萨，菩萨拢是好人嘛。菩萨呢，都是伫咧帮助人的人。这菩萨因的宗教叫做佛教，这种就是叫做主持啊，令主持。素法不灭，这就是一心啊，伫咧说法吼，用心教，用行动呢来弘扬佛法啦。那一心就菩萨道心之大事业，这都是啊，会当头明清普文呐、啊，一道理吼。那敢那关伫家己个。丛林的内底，独善其身啊！啊，了解佛法，了解了后，又是要安怎呢？还是呢，将这个法赶紧呢运转到全世界去哦？这呢，是佛法一旦不灭啦，那就是呢，成就菩萨哦。菩萨爱互相成就，这。就是应作所作，主持不退，应该做的啦。咱做菩萨、学菩萨啦，咱必定呢爱立定根，这是咱的本分，是咱的使命，叫做应作。唔只是干那应该做，咱个人人呢爱有责任，爱去主持，爱承担这个使命啊。爱去主持佛法，使佛法呢，
袂伫人间消灭掉去。所以这都是咱的责任。所以不管是啊，应作、所作、主持不退啊。既然发心嘛，会当得一生滚滚福用啊！既然是善法啊，咱永远呢，拢爱解把握伫咱的心。所以呢，信心奉行，殊法不退吼。在菩萨啊，那就是爱清，因为明清普文嘛，那有真多的菩萨。有偌多呢？伫这个灵山会上，就是法华会上啊，有真多。除了呢，有万外位也阿罗汉呐，各有比丘尼众啊，也各有呢，这个菩萨呢，有八万人计哦。迄、那个场合啊，是偌呢真盛大啊！你想，百万菩萨哪遐尼多？当然啦、啊，也爱有菩萨的代表，前面啊有比丘罗汉的代表。那么现在呢，同款有百万的菩萨，也爱有菩萨代表这个名称哦。开始他就讲，文殊师利菩萨。这菩萨的代表啦，哈，也各有呢。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啊，也各有上清净菩萨、不休息菩萨、宝障菩萨、玉王菩萨、勇士菩萨、宝月菩萨、月光菩萨、满月菩萨、大力菩萨啊。也个有无量力菩萨、觉三界菩萨、八道婆罗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波折菩萨、导师菩萨，以上啊有十八位的菩萨来代表八万菩萨哦，菩萨啊，前面拢讲过去菩提萨。意思呢，嘛是叫做各有情啊。人间的各有情者，另外一个名称呢，叫做大士。会记得无？常常听到讲，别以大士，别以大士呢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咯。所以啊，菩萨另外一个名称。也叫做大士吼，或者是大名哇，这些菩萨的名呢，拢真普遍咯吼。一种法门，伊专修什么法，那就用这个法啊来清明，或者是呢，将伊的德行来清明啊，或者是呢，将伊的本愿来清明。所以各位菩萨啊，都有伊一专吼，伊所修学的法门呐、啊，那将这个法门来称伊的名，就亲像讲文殊师利菩萨，伊的名称啊，译作妙定吼，啊，具足深妙之地德啦，所以呢，称为。大地文殊菩萨，咱嘛知影讲文殊菩萨呢，伊嘛已经是成佛啦，过去也是七佛之师啊，伊的智慧呢，拢算是从真久以前、无量劫以前
不断的修持，专修呢，在这个地方，那地会的法门，所以啊，咱要合佛啊，减少地会呢，咱都学未成咯。其实呢，佛陀都跟咱讲啊，众生本具佛性，众生地会呢，依佛平等，只是呢，无明惹界啊。啊，这个无明惹界呢，那要用什么方法去弃除无明？哎，会当头回归智慧，那当然啦、啊，也就是呢，哎，用智慧呢，才来弃除无明。这呢，原来的道理啊，本来就是循环呐。人人本性有智慧，智慧依佛平等。啊，无明，无明都要用智慧呢来消除无明。所以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啊，七佛之殊啊，也就是呢智慧之妙啊。所以啊，伊呢会当用迄个智慧啊来将佛的教法普遍啊行运在人间，引导众生啊，会当深入佛法。所以文殊菩萨是大智吼，也就是深妙智慧、大智慧者，也是一位呢菩萨，非常难得啊！自觉觉他觉性圆满，甚至呢教导人人会当教佛的境界。所以我们要真正要将智慧深入对文殊菩萨所教化的，我们要滚滚服用。所以文殊菩萨啊，我们可以了解他的人格，从修行以来，他成就也成就了七尊佛啊，已经成佛啊。总共一句，佛佛相传呐，那搁在道家祖旁再来做佛呢，来化度众生，这就是菩萨一定吼。所以咱人人时时爱用心嘛，而且呢爱潜心，爱入于潜心体会佛法，所以人人多用心啊。